1914年夏天，距中国万里之遥的欧洲巴尔干半岛传出两声枪响，奥匈帝国皇太子斐迪南夫妇在萨拉热窝遇刺身亡。这件事最初并未引起中国人关注，对他们来说，这不过是一个没听说过的人在一个没听说过的地方被暗杀，与自己有什么关系呢？但一个月后，这起普通欧洲王室成员遇刺案却引爆了一场世界大战。更让中国人始料不及的是，欧战爆发数十天后的1914年9月，20000多日军在司令官沈伟光臣中将指挥下登陆中国山东半岛。日军占领胶济铁路和济南后，又兵锋一转，会同随后登陆的1500名英军直指德国在山东的租界地新岛。那么，日英联军为何要在中国的土地上与德国人大打出手？中国政府如何应对这场飞来横祸？一战打响后，中国又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？一战爆发时，中国正处在新旧交替的十字路口。1911年辛亥革命后，从海外归来的孙中山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。当时宣统皇帝在北京尚未退位，实为满清内阁总理大臣的袁世凯宣布拥护共和，并成功逼宣统下台，被各方推举接替孙中山，成为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。袁世凯将民国政府从南京迁至北京，开启了北洋政府统治时代。袁世凯在近代中国堪称风云人物，他一生娶了10个老婆，除原配于氏外，还有9房姨太太，他们为袁世凯生了17个儿子，15名千金。但袁世凯的抱负显然不止于此。接替孙中山入主中华民国后，他又于1913年10月被正式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，以政治强人的身姿出现在民初舞台。他当时有8条：我要鼓励工商业，我要把南方革命党的军事财政大权收回来，最后呢组成一个就是说大总统啊这种共和制，但实际上呢应该是类似于一个这种中央集权的这样一个体系。那么袁世凯这套东西呢，可以说他在几乎所有方面都最后成功了。美国驻华公使瑞恩施曾这样描述他眼中的袁世凯：他身材矮胖，但脸部表情丰富，他的两只眼睛长得优雅而明亮，经常带有机警的神情。他锐利地盯着来访的客人，但不显露敌意，而老是那样充满着强烈的兴趣。然而，就在袁世凯力图一展雄图时，欧战的爆发却打断了他的梦想。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啊，当时中国国内呢有不同的声音，有人呢主张中国应该参战，也有人主张中立。参战的主张认为可以通过战争来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，主张中立的这种意见呢认为主要避免这个战火波及到东亚。由于英法俄等协约国及德澳等同盟国在华都有巨大利益，因此交战双方都想拉中国入伙。由于当时整个战争刚刚爆发，未来发展的局势还非常不明朗，最后袁世凯政府决定采取的政策是中立。中国从这种政治家到那些军人，到普通的老百姓，到知识分子，以及海外的革命党，都是一致的反对参战的。但袁世凯没想到，就在北洋政府宣布中立第二天，日本内阁却通过了参战决定，
日本驻华公使日志义放言，怕他不战，战则大妙。日本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呢，应该说有非常深刻的原因。列强当中啊，日本是属于后起的，它的经济实力呢，相比欧美一些列强要弱得多，所以它的对外扩张主要是依靠武力，通过正常的经济上的竞争来夺取中国的市场。对于日本来说呢，它和欧美相比较处于劣势，正在日本苦于无法扩大在华的势力范围的时候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。日本的政界都认为这是大正时期的天佑，是日本扩大在华侵略势力的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。日本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比较直接的原因，他就是看中了德国在中国的权益。日本的目标实际上主要是两个，一个是德国在南太平洋地区的一些岛屿，另外一个目标呢，就是山东地区的这个胶州湾。但是他的最终目的绝不仅仅是想把胶州湾从德国手里夺回来，而是想借机扩大在华的势力。面对日本的觊觎，袁世凯有何对策呢？袁世凯一生的轨迹相当一部分是属于清政府派驻在朝鲜，特别是在19世纪的80年代，这个时候呢，正是日本势力逐渐要渗透到朝鲜的时候。袁世凯在那个时候啊，和日本的这种侵略势力做了很多的斗争。此后，袁世凯在中日甲午战争、日俄战争及出任北洋大臣后，一直以日本为主要外交对手。他的叔父袁宝明在《隔学攻击》中记载，日本人对袁世凯恨之刺骨，百计排陷之。正因与日本人的历史恩怨，袁世凯成为中华民国大总统后，一直奉行亲英美、远日本的外交政策。还在一战爆发之初，他曾向总统府秘书长梁士仪问计。欧战祸及远东，目前最急的事应从何处着手？梁士仪答：有两件急务，一是救济财政，二是提防日本侵略。对此，袁世凯向辛亥革命时的老相识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求助。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始末中记述，朱尔典告诉袁世凯，日本已经参加协约国，英国不能抵制盟国，如中国对德奥宣战，中国和日本都是协约国，事情就好办了。朱尔典的点拨提醒了袁世凯，此前他一心想保持中立，现在则向朱尔典表示，中国可以考虑加入协约国对德宣战。袁世凯是想借参战来阻止日本染指胶州湾，但他的请求却遭日本强烈反对。当时袁世凯提出愿与日英联军共同出兵胶州湾对德作战，被日本断然拒绝。日本外相加藤高明说，中国既守中立，自无御战之理。日本极力反对中国参战，因为呢，如果中国参战，一旦战后协约国战胜了，中国作为一个战胜国，就可能要求归还西方列强在中国所取得的这些权益。对于日本来说，这是扩大在华势力的一个很大的阻碍。日本大概在1914年的时候就跟这个协约国讲，你们所有谈中国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先跟我谈，你不要跟袁世凯谈，你跟我谈。所以当时呢，就协约国这几个国家虽然像俄国什么的很想把中国拉进战争，但是日本人就这么明确的一表态之后，这几个国家就缩了。对日本的阻挠，袁世凯十分愤懑，但他却有短处被日本人攥在手里。此前，袁世凯为加强中央集权，与孙中山及国民党等先后闹翻。孙中山在南方另组中华革命党，发动二次革命，
武力讨袁，流亡日本的反袁势力则借机鼓噪，至中国形成南北对峙的混乱局面。袁世凯这一软肋被日本人摸中，当时日本一面以援助孙中山的南方革命派来敲打袁世凯，一面又表示如袁世凯服软，日本政府可取缔流亡日本的反袁势力。日本呢，他从辛亥革命开始以后，他有一个基本策略，就是说想办法把中国搞乱，因为只有中国乱了才不是他对手。老的日本人非常怀念中国的帝王体制，因为他也是天皇。比较年轻点的日本人呢，主张中国人搞革命。所以啊，在中国当时，凡是不管是搞革命也好，反革命也好，都有日本人支持。这一招果然奏效，袁世凯在日本恩威并施之下，不但取消了中国的参战请求，还放弃了从德国人手中收回胶州湾的机会。当时德皇威廉二世曾授意驻华公使马尔赞，愿将山东的租界地交还中国。由于当时他主要关注的是欧洲战场，他就希望就是把胶州湾的权益能够还给中国，然后呢，获得中国对他的一种好感。日本驻华代办小幡友吉为此恐吓袁世凯，必生出日后重大危险。所以在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的环境下，袁世凯不得不向日本屈膝。1914年8月23日，即一战爆发不到一个月，日本在英国支持下正式对德宣战。9月，日英联军登陆山东半岛，向德国在山东的租界地青岛发起进攻。青岛呢，被德国人建的可以说远东相当有名的一个城市。当时德国人就把青岛作为他在远东的一个据点。德国在胶州湾的总投资达到了1亿7000多万马克，而在1914年以前，他真正是拿回去的只有3700多万马克，也就是基本上就是一个零头还不到。他是把胶州湾是作为一个远东的模范殖民地。当时德国在青岛共有6000驻军和17艘军舰，日本则投入了39艘军舰、20000多兵力，加上英军共30000余人。皇威廉二世从欧洲向青岛的德国守军下达战至最后一人的命令，但从9月18日至11月7日，日英联军向德军发起猛攻，仅11月1日一天，就向德军阵地倾泻了1600吨炮弹，德军炮台接连失守，2000多名官兵被俘，威廉二世只好电令投降。1914年呢，是日本重炮部队在中国的第一次参战，日本的航空兵、水上飞机部队就去了这个青岛，也是他航空兵的第一次参战，这个可以说对日本来讲也是一个里程碑的事件。那么在登陆之后呢，他就稳扎稳打，就凡是发现有可能有要塞的地方，他就拿炮一点点就炸碎。所以当时后来德国人在这个回忆里面就说，说是我这个炮台修得不错，但是呢都被日本人打成了齑粉。1914年11月10日，德国胶州总督华尔德向日军司令沈美光臣举行了所谓礼让礼。当时大批青岛市民出逃，日本人却蜂拥而至，仅11月28日一天，就有1000多名日本人进入青岛市。当时报纸这样形容日军占领后的青岛：白昼荷枪如临大敌，市民偶失检点或稍误会即遭枪毙，路人侧目莫敢谁和。日军的行动使中国在一战中的中立国身份被彻底破坏。
此前，日本为安抚袁世凯，曾在对德通牒中许诺，日后归还胶州湾。但当北洋政府要求日本兑现承诺时，却被拒绝。日本军部的报纸《国民新闻》言，原来的许诺已因德国拒绝最后通牒而无效。日本外相加藤高明则在下院答辩时强调，最后通牒上的宣告无论如何不能构成一种诺言。日本的食言让袁世凯十分被动，为此他两次召会日本政府敦促日本撤军。但1915年1月，日本驻华公使日志义面见袁世凯时，却带来了臭名昭著的21条。21条后来被称为日本欲灭亡中国之条款。那么当年袁世凯与日本人围绕21条的谈判有何内幕呢？1915年1月18日，日本驻华公使日志义带着所谓21条面见袁世凯。当时北洋政府外交次长曹汝霖也在场。曹汝霖后来这样回忆，日志公使回到北京即请见总统，总统以为回任之仪式访问，令我同见，岂知日使寒暄后即说本国政府为谋两国永久亲善和平起见，拟有绝书一通，希望贵总统重视两国关系之切，速令裁决施行等语。曹汝霖回忆中所说的绝书就是21条。日本公使走后，袁世凯于次日召集他和外长孙宝琦、秘书长梁士仪等商讨日本要求。曹汝霖回忆，总统说，日本这次提出的绝书意义很深，他们趁欧战方酣，各国无暇东渡，意在控制我国不可轻视。至绝书第5项，意以朝鲜是我国，万万不可与他商议。21条分为5项，最主要的是第5项。这个第5项就是要求啊，中日的军队要合作，中国呢政府由日本做政治顾问，这样就把中国就控制住了。其他前4项的内容呢，都是局部地区的问题，只有这个第5项是涉及到了整个中国的问题。如按日本人提出的要求，中国无异于当年的朝鲜，将完全沦为日本的殖民地。一名外国驻华记者后来说，当我们在这儿欢乐的时候，中国的主权却像一朵云向东方飘去了，朝鲜的戏剧又重演了。日本人对自己的过分要求似乎也有些顾忌，他们要袁世凯从速商定，不得对外泄露。日本在谈判开始的时候，把21条当中的前4项一定程度上是公开了，第5项他没有公开，而且威胁袁世凯政府不能把21条的内容透露出去。对日本人的威逼，袁世凯则采取了以拖代变的战术。袁世凯对21条是有很高的警惕性，他也认识到这个如果接受21条，中国就等于亡国了。为了抵制日本强加的这个21条，袁世凯政府呢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，有一项就是尽量拖延这个谈判时间，每周和日本进行几次谈判啊，日本要求要多一点，袁世凯政府呢就要求少一点。谈判过程当中，中方的这个谈判代表呢，每次谈判上来就先寒暄喝茶，这样呢尽量来拖延谈判时间。与此同时，袁世凯又盘算如何让外界知道21条的内容，以引起国际干涉。因为这个21条啊，第5条就等于是要控制整个中国，
这就和欧美列强在侵华利益上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对立，特别是和美国。美国一直主张中国要门户开放，绝不允许哪一个国家来独占中国。所以呢，日本也忌惮第五项如果一旦暴露，会遭到欧美国家的强烈反对。当时袁世凯找到自己的澳大利亚裔洋顾问乔治·莫里寻，莫里寻在中国生活了20多年，曾住王府井大街，为此当年王府井大街一度叫莫里寻大街。据载，莫里寻接受袁世凯的托付后，把21条的内容写在一张纸上，然后叫来自己的好朋友，同为澳大利亚人的端纳。端纳当时呢，给这个英国《泰晤士报》做记者。这个过程很有戏剧性，在哪儿呢？他到莫里寻的家里来了解情况。莫里寻呢，把所有的文件放在桌子上，表示说我要出去一下。那就等于是把这个材料就交到了端纳的手里。端纳在这些文件里在挑的时候呢，中间有一个仆役进来。端纳马上给他支出去，说你去看看周围有没有这个卖雪茄烟的。趁机呢，找到了这个21条的这个文件，他把这个文件拿回来写成报道，在美国的报纸上进行披露。21条被刊登后，引发中国各界强烈抗议。日本人想在中国吃独食，还引起英美等列强不满。日本人为尽快达成协定，只好将21条中最要害的第5项删除。最终签订的《民四条约》，就是中华民国4年签订的这个条约，实际上并不是21条，而只有其中的12条。21条签署后，袁世凯遭国内批评。但此时北京城内却刮起一阵要变共和为君主立宪的请愿风，当时包括妓女请愿团、乞丐请愿团在内的三教九流纷纷登场，拥戴袁世凯当皇帝。此时的袁世凯也急于重塑权威，于1916年元月，他宣布将中华民国改为帝国，年号洪宪，当了所谓洪宪皇帝。但袁世凯的皇帝梦只做了83天，便在全国一片反对声中被迫取消帝制，又恢复中华民国年号。袁世凯于1916年6月因尿毒症辞世，此时一战正酣，他至死也未能完成中国参战以收回胶州湾的愿望。那么，中国后来是怎么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？日本的态度起了什么变化？中国收回胶州湾的愿望能在一战中实现吗？